少女里面的幻蓝小熊，是的，有很重要的团员。然后 K-pop 是舞蹈是他的超级绝活，很期待他是哪一位成员。那他就是艺人了嘛，以前他们很厉害。他们最近还要去韩国，我知道，对，到冠军。自我介绍一下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幻蓝小熊的玉。玉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玉，一起来欢迎玉。搞怪，搞怪哦！结果他比较像，我现在有点像猫的一个 pose， 厉害！玉，啊，小熊了，现在还念书啊？幻蓝小熊，幻蓝小熊，幻蓝小熊，念几年级？我现在是高三，目前是自学。参加这个电视的节目啊？对，我们是参加未来少女，然后现在是组成一个幻蓝小熊的团体。幻蓝小熊，那现在就是要全心往这个艺能界来发展就对了。没错，哦，这是我们的梦想。嗯，阿贝才是流量密码，什么意思？嗯，其实我在学校不会有人会叫我校花，就是因为平常我拍抖音，然后就是平常我会拍抖音，然后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影片是我拍跳舞的影片，然后有一个阿伯从后面经过，就静静的看着我跳舞，然后就觉得这个反应蛮有趣的，然后这个影片就破了，它是亮点，就这个，就这个啊。阿贝，啊，学长，哦，大家就一直看那个阿贝，阿贝没有要走的意思，哦，1000万，张木这样1000万，对，我也觉得蛮奇怪，那你以后要跟这个阿贝多拍影片吧，你找他拍业配了吧？他今天有点腼腆，其实他个性还是很活泼那一种啊，感觉得出来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对，他刚刚都在综艺摔了，对，你没有，你很可爱的综艺摔啊，只要弄他的笑点，他是。惊吓状的惊吓状，因为平常都是整个团体出来啦，第一次一个人，蛮紧张的。哦，不要紧张啦，遇到人我们人都那么善良，对，路上搭讪的那种才紧张嘞。怎么样？有遇过什么样？有一次就是在逛街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走在路上，突然有个男生跑过来我说。哎，小姐，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吗？然后我就问他，哎，我就给他看我的手机的那个时间，他就说不是，是你给我 IG 的时间。然后我就说，因为我原本以为是他要可能要帮忙，但是没想到是一个突然撩你啊，对，所以我就委婉的拒绝了他。起码这是用撩的，不是前面说哎，我可不可以约我约吧？可爱的方法啦，要接受啦，要给撩啦。我问你哦，世界上最好吃的米是什么米？米吗？对，米，泰国米。错 ，You love me。你这样跟节目上那个人说不一样。世界上最好看的衣服是什么？什么衣？最好看的衣服是帅哥穿的衣服。错，是 L O V E。也是获得，是不是这样比较好一点？你本来属什么生肖？我属旺旺。好，遇见我之后，你会属老虎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会让你属虎哦。他至少没有战了，属虎哦，有点那个了，攻击性了，所以他没有比战。属虎，一把最幸福的刀是什么刀？这个很老，这个不要讲，这不要讲。来，酷问刀，这个太老了。这我发明的。来，今天要带来的表演是，我要表演唱歌。哎呦，你们唱歌，又唱歌又跳舞，现在突然间凸显二号那个书法，哎，实至名归，还不错，图，对对对对，来 ，Easy on me。I know there is a hope in this world.
跳，哎，结果是来一个，还想再听呢，对啊，对，还不错。第五位呢，他一样呢，也是未来少女焕然小熊的一员呐，哎呦，而且这一位呢，真的相当厉害啊，他的唱跳呢非常有 power， 对不对？哎呦。厉害，没问题，只要是出来不是写书法就好了。我们来听听他的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中进高职的彩珍，然后现在是未来少女焕然小熊的一员。OK， 一起来欢迎彩珍，欢迎。而且长个子，对对对，高也长，哎，没有没有，这未来哈，他们高跟鞋穿起来都是厉害的，气势的哦。参加节目才变校花的，哎，其实也不是校花啦，因为我们学校其实漂亮的太多了，我真的。但你是风云人物一定的，对啊，只是我是最漂亮，对，抱歉抱歉。所以在学校里面有很多粉丝吗？对，就是其实班上的人，就是自从我参加过未来少女之后，我到班上就会有同学，每次就会有一两个、两三个、四五个这样，每个都拿两三张签名来，然后过来看。对，久而久之就变厚厚一点，然后就是请我像签公文。对对对对对对。而且学校有时候上课其实是不能用手机的，但是那个同学他就是在体育课的时候，然后就拿手机说：“彩珍，我可以跟你合照吗？”没有。哦。这样。就喜欢你了。听他讲话，感觉好像刘雨柔，有没有？有那个味道，味道。讲话就是小男生的 feel， 对，可爱可爱。抖音的又来一个了，现在这年轻人都玩抖音，玩抖音。其实我是一个很爱滑手机，然后就是会看一些迷因啊，然后就一直笑，然后我笑声其实很大声，然后别人就会就是嫌我很吵，笑到太吵。对，属于那种太过投入型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活在自己世界的那种。哦，所以人家叫你王草珍，对。他看起来就是活泼，特别好。被路人跟踪要 IG， 哎呀，这不行了。就是有一次我跟玉一起，就是要去便利商店，同款，不是不是不同不同了。然后我跟他要去便利商店，就一起走一走，突然后面就有一个男的冒出来，然后就戳我肩膀说：“小姐，你好。”你什么星座啊？肢体接触很清楚。然后我就说狮子座。他说哦，狮子座哦，那我可以加你 IG 吗？然后我就反正我就我也没理他，我就一直跟他哈拉，然后一路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你跟他一边跑跑。然后走去 Seven 之后，然后我就说因为我也没很想加他 IG 啊。然后结果到后来玉就看不下去，他就突然说不好意思，我们俩在一起了。然后很尴尬，他男友力爆棚哦，是这样，他就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防守，互相防守，防守，不错不错，蛮会。那你的舞蹈有没有比玉好？我觉得我有啦，就是对。哎呦，好呀。他歌唱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歌唱的有他好吗？好啦，我承认这个比他差一点点。OK， 好。所以他舞蹈你认为比他好，他唱歌比你好一点。今天表演的是舞蹈。OK， 好，焕然登场。很想要再看，很想看你跳别的，很厉害，来来点点的力道，你怎么说？哎，他太短了啦，舞蹈的力道很不错。我怕你们觉得太无聊，我还跳短一点。不会不会不会，你应该多跳多一点，长一点。现场要不要唱一下？没有声。Hello.
like you. Yeah, come on, go with me and my tour for a day. 情感 number one. 哎呦，对哦，会跳哎，真的会跳，真的厉害。果然是冠军。刚刚看到这内容，因为我们是音乐人，就知道他们是剑指 Blackpink。哎呦，有国际啊。